每人很有特色，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呢，就是他把美和艺术在心灵这样一个基础上把它统一起来。心灵的美就是心灵的艺术。格罗皮诺把人的审美能力看作是一种自我修养啊，那么这种自我修养呢，是一种艺术。这个艺术的目的呢，就是要造福心灵，就是要美化心灵，使心灵美化。而这一种美化心灵的艺术呢，是最根本的，其他一切艺术都是由这种最根本的艺术而来的，或者是都是由于分有了这种心灵的艺术而来的。他说，其余的如行为和事业之类的事物之所以美，是由于心灵所赋予他们的形式，而物体之所以必然之所以能成为美，也是心灵使然啊，也是心灵使然，就是心灵美造成的一切美，包括艺术和自然美都在内。因此一切美都是心灵的艺术的作用啊，我们可以这样来做一个归结啊，所有的美都是心灵的艺术它的产物，是由于艺术所放进去的理念啊，心灵的艺术在理念世界，从理念世界里面啊分有了理念，然后把它放到物质对象上面去，使得这个物质世界呈现出美来啊。那么这种理念呢，是在你啊看到这个外界事物的美之前，已经在你的心灵里面了。理念世界啊，只要你回忆，它已经在你的心灵里面了。所以啊，这种理念存在于艺术家的心中啊，他分有了这样的理念啊，不是因为他有眼睛和双手就分有了这个理念，而是因为他的艺术创造，他分有了艺术创造，他把自己造成了美的心灵，也就是造成了包含有丰富的理念的这样心灵啊。当然整个理念世界它本来就有，但是呢它忘记了啊，艺术就使它把这些理念世界呢重新回忆起来，使自己的心灵变成了一个丰富的蕴含着丰富理念的这样一个主体。所以艺术品的美也是这样啊，艺术品的美并不在于它的物质本身，比如说大理石啊，石头哪有美呢？石头也没有理念，但是人对他们加工啊，那么呢有了艺术家的心灵的参与，于是呢他才能够很有美。因此心灵美和心灵的艺术就是一回事啊，就是一个事情，是一个同一个过程，是在艺术家内心所发生的。艺术品的美来自于艺术家的心灵啊，艺术品，这个艺术品是广义的，不仅仅是我造出的这个雕像，而是包括我欣赏到的自然物、大自然、万事万物的美，其实都是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他们都来自于艺术家的心灵。那么反过来，我们可以说，艺术品的美就是由于艺术家的心灵把自己的美表现在艺术品中啊，因此呢，他提出了一种表现论。啊，已经包含了一种表现的美学。不再是模仿，可以说已经有了一种表现论的，包含着表现论的这个美学。最初的理论表达在格罗皮诺这里啊，非常这个深刻的表达出来了。所以美和艺术在他这里达到了一种统一。他认为每个艺术都有两个层次，一个是高级的层次，一个是低级的层次。美也有高级低级的，艺术也有高级低级的啊。美的高级低级的，一个是鲜艳的、理性的、理念的，那就是高级的美，纯粹的统一，纯粹的统一性啊。那么低级的呢，就是包含那些感性的东西，感性的那种美就是低级的。艺术也是这样，高级的艺术就是心灵的艺术，
低级的艺术呢，就是艺术家通过他的艺术创作所表现出来的那些艺术啊。当然这两者高级和低级不是分开的，艺术家在创作他的艺术品的时候，他的心灵的艺术是最主要的、最本质、最根本的，他的内心的那种心灵的艺术是最根本的，他把它表现在他的艺术作品里面，这个已经降低一个层次啊，已经降低一个层次，所以他有两个层次啊，一方面是心灵的美和心灵的艺术，另一方面是感性物质的美和感性物质的艺术创造。不管在哪种场合之下，美总而言之都是艺术的产物啊，一切美都是艺术的产物，而且归根结底是心灵的艺术的产物，是高级的艺术，也就是内心的艺术的产物。而艺术的唯一的使命呢，就是表现，仅仅是表现啊，这个还是古典的，就是我们刚才讲，朗杰罗斯已经认为艺术它不仅仅是表现美，还表现崇高，更重要的是表现崇高。但是这个普罗切诺认为呢，这个艺术和美呢是不可分的，凡是艺术都要表现美，凡是美都是艺术所表现出来的。美和艺术的这样一种本质上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以往的模仿论里面呢是不可能提出来的。这个书上这句话打印错了，45页中间这句话在以往的模仿论中是不可能不断扩大的，不知道他怎么加这么一个东西是不可能提出来的，应该是应该是这样的，不然就不能理解了。他提出这个艺术和美的本质上的不可分，当然以往也有艺术和美相关非常密切美是客观的，那么艺术呢就是模仿这个客观的美这种关系呢还是外在，那么内在根本就不可分，这个是普罗提诺提出来的到他才提出来，以往模仿的是不可能提出来的。比如说模仿对于模仿对象的美丑它是无所谓的，丑的东西也可以模仿但是按照这个普罗提诺的说法呢艺术就是模仿美的东西，不可能模仿丑的东西，因为艺术模仿的对象归根结底就是心灵的美就是心灵的美。因此呢传统的模仿论最大的理论难题就是艺术和美有一种隔裂艺术是模仿，它就可以不必模仿美，不必模仿美的东西，它可以模仿丑的东西。而这个普罗提诺呢把这两者呢把它这个统一起来了把它统一起来了，就是当然你在现实的艺术作品里面，在低级的艺术作品里面你可以模仿丑的东西，但是从高级的层次上面来看，你在模仿丑的东西的时候呢，实际上还是在表现你的艺术家的心理美还在表现艺术家的心理美，这就把这两者还是又统一起来了，本来是分裂的，艺术和美本来是分裂的你要讲模仿人，那么那些丑的艺术、悲剧、滑稽喜剧，那算不算艺术呢你要算艺术的话，那他丑的东西也应该拉进来。但是如果把艺术的本质归结为艺术家的心里面，模仿的对象归结到模仿艺术家的心里面，那么这就统一起来了就是模仿丑的东西是为了表达艺术家的心里面，是为了表现艺术家的心里面，那么艺术和美呢就真正的就是统一起来。这个是普罗提诺他在理论上解决的一个问题，只要是隶属于艺术的表现论来解决艺术和美的关系问题按照以往的模仿论，艺术美肯定要分裂，但是如果一切艺术都是为了表现心灵的美一切美都由心灵的艺术所造成的，那么艺术和美就第一次很好的统一起来这个是艺术和美的统一关系，这是普罗提诺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下面我们看看艺术展。在普罗克洛看来，艺术的最本质的功能就是表现人心中的美。啊，那么人心中的美呢，是回到太一的。人心中为什么会有美呢？是因为你在通过内心的心灵的艺术的打造啊，修养，使自己越来越接近于太一，抵抗那种成人的趋向，退化的趋向。啊，万物都在成人，但是人不可成人，人必须要回到太一，回到神。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抛弃模仿，我们刚才讲啊，他也提出了一种表现论。但是呢，这种表现论呢，仍然保留着模仿论的一个外壳。啊，他认为造物主的产品肯定比造物主本身要低。造物主，比如说太一，太一所留意出来的万事万物都要比太一本身要低。啊，太一是造物主创造这个世界的。是一个退化。那么人的艺术品呢，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把人比作一个小神，啊，太一作为一个主神，作为一个真正神，他创造万事万物，那么他创造的东西要低于他本身。人，当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创造出他的艺术品的时候，这个艺术品呢，必然会低于他的艺术构想，也就是他的心里面。啊，艺术家心中有一个美，他要把它表现出来，他要创造出一个作品出来，他总是不满意的，总是没有达到他理想的高度。啊，这就像上帝创造世界一样，它是一个退化过程。艺术家创造一个具体的艺术品，这个具体的艺术品呢，没有摆脱感性的束缚，所以他跟艺术家心目的那个纯粹的美的理想相比，还是低级的。因此一个艺术家不可能用这种物质的手段啊，你打造一个大理石的雕像，做一个青铜的雕像，这都是物质的手段，不可能用这种手段完全表达出艺术家心中的那个美的理念，那是不可能啊，那肯定要比你的想象中的那个美要低啊。我们中国古代美学也有讲到，言不尽意，意在言外啊，你要把它说出来的东西总是表达不尽你所想要表达的东西啊，不管你诗歌还是文学小说啊，词戏曲，它都有这个问题。绘画也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美，你没有办法用物质手段、外在手段把它完完全全地表达出来。这就像太一一样啊，人心中的那个美的理念是完全无法完全表达的，只能够是拙劣的模仿。所以柏拉图讲的艺术品只是影子和影子的影子是有道理的啊。艺术品讲到这个影子的问题啊，总是赶不上它原来的。但是柏拉图提出这个观点，在普罗提洛这里呢，把它更加引申了啊。影子的影子之所以是影子的影子呢，是因为啊，艺术品想要表达美，但是呢，它跟艺术家心目中的那个美相比，它只是影子，它只是影子。柏拉图是说啊，一张床的画啊，是一张床的影子，这张床呢，又是天上的床的里面的影子，影子的影子是这样来解释的啊。但是普罗提诺呢，把它变了一个方向，就是说艺术家创造的是作品，它不是什么床的影子，它是艺术家心目中的美的理念的影子，它显然赶不上艺术家心目中的美，是朝这个方向来解释。因此呢，这一点艺术作为影子并不能构成像柏拉图所讲的用来贬低艺术的理念啊。柏拉图用这个啊影子学说来贬低艺术，就是艺术是没用的，它只是影子而已，它是没用的东西，与其画一张床，不如自己去造一张床啊。
与其造一个床，我还不如去想一想那个床的语言。这是柏拉图的说法。所以艺术在柏拉图这里，艺术家在柏拉图这里地位是很低的，但是在柏拉提洛这里的艺术家的地位没那么低啊，艺术品的地位没那么低，因为他毕竟是对艺术家心目中的那个美的一种模仿啊。如果说它是一种影子，它也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表达了艺术家心目中的理想，当然完全表达是不可能的。所以艺术家的艺术在这方面至少它比自然物比要优越要高级啊，自然物不会自动的去表达艺术家心目中的美的感觉啊。如果艺术家在自然物上看到了美，那也是艺术家的创造的结果，不是自然物本身。自然物本身是堕落的，是走向物质，走向虚无的。所以艺术品呢，是在这样一个自然界里面造成艺术家不至于堕落的一种力量。艺术家他又获得了自己的地位，但是要注意一点，艺术绝对不是模仿肉眼可见事物，而必须回到自然物所重出的理念，回到它的根源啊。你要是单纯的模仿外在的模仿啊形式而不是神式，那你就误解了艺术的使命。艺术的使命就是要让人回到万事万物它的来源，它的根源就是理念世界啊，就是理念世界的整一性。所以人的艺术啊，它可以自觉的在模仿自然界的时候模仿人自己的心灵啊，模仿人心灵。而模仿心灵呢，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模仿里面世界啊，模仿心灵还是为了模仿里面世界。所以自然啊，它不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自觉的模仿。艺术呢，虽然是模仿自然，但是可以高于自然，它可以补充自然界的东西。在这里上艺术品的地位呢就被确定了，他的艺术论给艺术做了这样的定位，就不再是像柏拉图那样高不成低不就，一方面呢要把艺术家赶出理想国，另一方面呢又要保留某些艺术啊，某些这个正统的艺术。那么从他的艺术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柏拉提洛的表现论，他并没有真正的完全取消模仿论，而是充当了一个把模仿论提升到精神的模仿论上来的手段啊。当然这种做法呢，在以前的啊，像苏格拉底啊、啊柏拉图他们都已经在做啊。但是呢，他们在做的时候呢，他不自觉的，在这个柏拉提洛这里呢，他成了一种逻辑体的，成了一个自觉的一个理论体系，它的构造啊，它的构架，就通过一种表现论啊，使得模仿论提升它的层次，达到一种精神的模仿论和表现论它的融合，如果你加入了人的心灵美，那么它的融合呢是非常自然啊，非常必然。比如说我们讲一个艺术家模仿自己的心灵，这个时候呢，他同时也就在表现自己的心灵。当然还是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你在模仿的角度来看，你说他是模仿；你在表现的角度来看呢，你也可以说他同时就是表现。随着你的角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这个看法。所以模仿和表现呢，在这里呢，这个达到了一种互相转化。可以从表现转到模仿，又可以从模仿转回到表现。而在柏拉提洛这里呢，他最后又重新转回到了表现啊，转回到了模仿。所以我们把柏拉提洛仍然还是划到了客观美学，尽管是客观美学的衰微，但还是客观美学，就他最终还是到了模仿的，归到了模仿的。模仿什么呢？模仿太阳，
太医当然不可模仿，但是你要尽量的模仿太医所创造的理念世界。啊，这个是普罗提诺的这个他的归属在这里。这是因为普罗提诺的立足点仍然不是人的主体性。他的表现论虽然提出来了，但是没有主体性给他支撑，所以他呢必然会转向还是一种神学，这个表现论一直要到近代主体主义的这个原则确立以后，才有了他哲学上的支撑，才立得起。而在普罗提诺这里呢，他还没有完全立起，虽然他提出了模仿表现论的原则，但是呢，他还是最后呢。归结到一种精神的客观美学，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归属是一样的，我们还是把它归结客观美学。他的意识观呢，就是最终把表现论归结为模仿论，把模仿当作一个总的名称，来称呼为了审美享受的目的而创造的美的形式和意境的活动，这是。普罗提诺的这个美学最后的归属。那么在这个归属上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每个艺术它在普罗提诺这里达到过一种展示的统一。我们前面讲了，美就是为了就是为艺术创造的，而一切艺术都是为了创造美。在普罗提诺那里已经提出了这样一种美和艺术的统一性，但是这种统一性呢又再次分裂，也就是说这个统一性是对人而言的，对人来说，人的艺术就是为了创造美，人所看到的美都是艺术创造的结果，因此在人身上美和艺术是统一的。但是在最高的太医身上呢就不是这样，因为他最后追到太医，追到神，神就是太医，在最高的神学那里就不是这样了。太医本身的美它绝不是艺术，我们说人的美都是艺术的结果，人把自己心灵打造成一个美的心灵，那太医是不是也把他心灵打造成美的心灵呢？不是，太医是美的，太医不再对自己的心灵加以雕琢，他不需要了，他是一切的本源。所以太医本身他的美，他所表现的美绝对不再是有目的的作品，它是一切艺术所根据的蓝本，它就是存在本身，太医就是存在本身，它的美是因为它存在，不是因为它的艺术，不是因为它拼命的把自己造成一个艺术，不是的，它仅仅因为它存在就不能不美，而丑呢，就是由于非存在或者不存在或者缺乏，缺乏的东西丑，我们说一个东西丑，它缺某种东西，缺胳膊少腿，这个人呢就不美了，它缺某种东西，那就是畸形了，就是丑了。而真正的存在，太医神是全在，没有任何缺乏，没有任何缺乏，所有的都完满，完美无缺，那就是美了。这一来，太医本来是真善美的统一体，那么这个统一呢，因此呢也就分出了等级，分出什么等级呢？他说美就是善，从善那里理性直接取得它的美，也就是美是从善来的，善要高于美，善要高于美，在真善美的统一里面，善是在美之上的。他说神就是美的源泉。再一个呢，真，他说真实就是美，异乎真实的自然就是丑，所以真是美和丑的标准，用真来衡量美和丑，所以呢真要比美更高，善和美，善和真都要比美更高。虽然真善美的统一，但是呢其中真和善都要高于美，真是美的标准，善呢是美的根源。那么这三者的次序呢，在普罗提诺看来应该这样的，就善第一，
其次是真，最后是美，是这样一个人际关系。但善第一，善在什么意义上第一？在太一存在的意义上第一。但是从普罗提诺自己的这样一种方法来说呢，还是真第一。就是说艺术和美最后都是通过对太一对善的认识才回归到太一的。从本体上来说呢，善这个是最高的，但是从方法上来说，从认识上来说，它是通过认识才回到太一的。所以从方法上来说呢，真还是第一位真还是第一位的。客观美学认识是第一位的，不管它怎么样自己怎么样标榜，但他们都是像苏格拉底所说的，美德就是知识，美德即知识就是知识认识，这是第一位的虽然他的表述不一定这样表述这个把善看的是第一位的，但是呢，善是通过什么认识的？还是通过认识能力，通过理性所以认识在方法上面是第一位的。因此在柏拉图的表现论和他的神秘主义这个外溢之下，他的美学还是透出了古代美学美和真主义这样一个基本框架这个又回来了。我们说他有很大的突破，但是在基本的框架上面呢，他仍然在传统的框架里。这个框架在古希腊罗马都是没有突破的，一直要到基督教。基督教把信仰凌驾于认识之上，这个时候才有了根本性的突破。所以他的美被说成是一种理念，说成是一种统一性，美的理念，理念的统一性。这也说明他仍然是一种重理性的美学，虽然他把一些非理性的东西吸收进来了，但这种美学，这种重理性的美学呢，已经开始异化异化的概念很多。所谓异化，就是一个事物自由的或者自发的把自己表现出来以后，所表现的那个东西呢，对于他来说变成了一体的东西，这就叫异化这个异化在很多这个领域里面都表现出来，特别是比如说对人来说，人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人把自己的自由本质表现出来，然后把这个表现出来的东西看作是上帝的产物上帝其实就是人嘛，上帝的本质其实是人的本质，但是对人来说成了一体的，压迫人，命令人，否定人的一切这就叫异化。我们要多次要运用到这个术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术语。所以这个在普罗提诺这里，这种美学开始异化，本来是人的表现论，人的美的心理，但是呢，一旦回归到太一，这个太一就不再是美的心理了，不再是人的美的心理，它是神秘主义的，它不可言说它不可言说，但是呢，所有人的一切都是由它来的，都要服从它服从一个一己的东西，一个你所不熟悉的东西，那就是太一太一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东西，当然它在人的心灵内部深处，但是呢，你不可描述，你只能向它接近。所以这种太一的理念呢，已经不再是日常事物的理念，而是一个神秘主义的迷狂的对象要通过神秘的迷狂来追求一个彼岸的目标。太一处在人的彼岸，我们只能信仰这里头已经包含了基督教的信仰主义、神秘主义的这个弘扬我们说基督教它是从新柏拉图主义和这个新斯多格派发展出来的，它的那些教义，基督教的教义当然基督教本身是来自于圣经，但是圣经里面有很多思想特别是这个约翰保罗他们把很多希腊的东西把它纳入进来了，特别是普罗提诺普罗提诺的这样一种神秘主义导致了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信仰一开始是反对理性的
翻译一下啊，翻译一下，像这个基督教的教父德尔图良有句名言啊，正因为其荒谬，所以我才相信啊。他不荒谬，那你就不用相信了，你就用理性去分析就够了。正因为他荒谬，所以你用理性分析不了了，只能相信。啊，这基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主义的精神。那么在这个普罗提诺这里呢，他把柏拉图的迷狂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就是太一，我们对于太一只能够通过迷狂来信仰来体会。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普罗提诺的美学啊，我们可以说他比以前的一切的美学家都更加深入到了审美和艺术创造的主体性的问题。我们刚才提到主体性，虽然他没有建立起主体性，但是他深入到了主体性的问题，表现论啊，心灵美啊，心灵美的表现，这样一些观点。但是他最终还是没有超出传统的古希腊罗马客观美学的范畴。在他看来，美是主客观的统一啊，他已经很好的把它统一起来了。但是呢，最终统一于客观精神，统一于太一，太一是种客观精神啊，它不是人所能理解的，而是客观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美和艺术统一，但是统一最高太一的美啊，美和艺术统一，统一什么呢？最后是最高太一的美，最高太一的美跟艺术就不统一了，又分裂了，重新分裂了啊。模仿和表现统一，但是呢，最后统一于对神的理念的模仿。所以开始是统一，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最后呢，最后一步呢，导致了重新的分裂，美和艺术的再次。每个艺术的再次分裂，他的这样一系列的观点，特别是关于人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相统一的观点，对于啊中世纪后来的基督教美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他的柏拉图主义对奥古斯丁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呢，他在他这里还只是一个过渡，还没有真正的过渡到中世纪的美学。因为在宗教哲学上面，他没有达到基督教的一神论啊。基督教我们知道他是主张一神论，唯有一个上帝啊。这个一神论，基督教、犹太教、这个伊斯兰教，他们三教同源，都是主张一神论的。而其他的很多宗教呢，一般都是主张多神论。那么普罗提诺呢，他介于一神论和多神论之间，他有这样的说法，他说众神即一神，或者说一神即众神啊，多神和一神是一回事。那么这样一个立场呢，使得他的美学不至于完全屈从于神学啊，他的美学没有完全屈从于神学啊，他介于多神和一神之间。他的太一当然是一神，但是太一表现出的理念世界也可以看作是多神论，所以它并不完全屈从于神学，它含有哲学的余地啊。到了基督教那里，哲学就完全成了神学的奴婢了。那么随着基督教一神论的确立，这种人间的美学，给人间留下了广阔余地的美学呢，最后就消失了，最后就消失了。一切的审美活动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够得到成功。这是普罗提诺的问题，就讲这一点。还有点时间，我们把下面中世纪的神学美学的这个前面一点介绍。
我们刚才讲宗教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上帝本来就是人，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但是是采取异化形态的人的本质。早期的希腊哲学，它的理性主义啊，它跟希腊宗教呢是始终是外在的。我们讲希腊宗教是美的宗教，苏格拉底想把这种美的宗教变成一种理性的宗教啊，苏格拉底做了这种尝试，柏拉图也做了这样的尝试，但是他们呢都被看作是异端，苏格拉底就被处死了啊，他们的宗教不被普通老百姓承认，柏拉图呢也只是一个小集团，他没有变成希腊的宗教。所以希腊的理性跟这个希腊的宗教长期并存，有时候有冲突，但是呢各自有它的地盘啊，这表明了希腊的宗教本身就不成熟。希腊的那种多神教，那种美的宗教，每一个神都被雕成一个那样的形象，那个形象固然很美啊，但是它是不成熟的。那么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呢，他们提出了目的论和理念论，来提出一种新的神学学说啊，提出了一种新的神学学说啊。那么这一种新的神学说呢，它是希腊的理性精神开始变质了，啊，目的论和理念论，特别是柏拉图的迷狂说，理智的迷狂说，已经超出了传统希腊的理性精神啊，在他们之前的那种清明的啊那种理性，那种朴素的理性，已经掺入了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理性主义的基础啊。他们已经开始培养一种宗教神秘主义的情绪，但是呢基本上来说，他们的宗教的原理呢本身还是理智，还是清明，还是清清楚楚，柏拉图也好，亚里士多德也好，苏格拉底也好啊，他们在讨论神学问题的时候还是用理性在讨论啊，还是清清楚楚的。那么在普罗提诺这里，普罗提诺已经被看成神秘主义者了，但是呢他们仍然是理智的，普罗提诺仍然是理智的。普罗提诺在这个当时的希腊人看来已经非常不理智了啊，他经常处于一种出神状态，据说他要见到太医，见到里面世界很困难啊，他要经常的打坐冥想啊，他说他一辈子有六次见到过太医啊，但是马上就消失了，他又得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收心对事，要修炼，要练功啊，他才能够啊得以窥见神的面目，所以这是非常非理性的啊，非理性的一种生活态度，但是呢他仍然基本上还是崇尚理性的，具有泛神论的这样一个色彩，具有泛神论，就是众神即一神，一神即众神，而众神呢流溢出整个世界啊，一神流溢出整个世界，整个世界都是通过流溢，所以在万事万物身上呢都可以看到神的影子啊，这叫泛神论。我们讲泛神论的时候呢啊，这个最早要追溯到普罗提诺，后来还有像斯宾诺莎，这些都是泛神论，但是他们最早的这个始作俑者，我们要追溯到普罗提诺，他提出了一种泛神论，就是万事万物都有神的影子，都可以看到神啊，都可以看到神啊。但是众神又是一神，所以从他这里来看出，从多神论向基督教一神论开始在过渡。但是这个真正的一神还没有成为基督教的人格神，这个基督教里面有三位一体，三位神都是一体的，都是一个人格，这个人格有意识啊，他能够命令，他能够啊，这个要人做这样做那样，能够下命令，能够给人规定戒律啊，他是一个人格啊，上帝本来是人的本质嘛，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人格，虽然不能够像圣像画上面画的一个像一个白胡子老头啊，不能那样去理解，
但是呢，你把它理解为人格，它能说话。上帝的道就是上帝的话啊，上帝的言，言成肉身。我们讲道成肉身，实际上是言成肉身。上帝说什么就成了肉身啊。上帝派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这个耶稣基督就是言成肉身，这是由上帝的话派生出来的。所以上帝是在基督教里面是人格神，但是在普罗提诺这里呢，他是非人格的啊，他是一个非人格的神。但是他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就是把善的原则凌驾于理性的原则之上啊。我们刚才讲了普罗提诺真善美，善是至高无上的，而且呢，他只能够通过一种神秘主义的方式来得以接受啊。太一他不再是，他本身不再是一种理念，他是凌驾于理念之上。理念作为抽象概念，它是可以用理性把握的，但是太一不能用理性把握，所以它凌驾于整个理念世界之上。普罗提诺以不可知的太一的名义，把善提升到了真和美之上了。那么这恰好是基督教的原则，基督教的原则就是从善啊开始，从善的原则开始。这就过渡到我们下一次要讲的啊，中世纪的神学美学，关于神学美学它的文化土壤，我们下一次再给大家介绍。今天就讲到这里。